无论表演如何鲜活，摄影机永远是冷静的，它让我觉得更真实，也更现实。而如何做个好演员，对我来说是终身的命题。带上行李随时出发，去体悟更多人的生活，再把他们尽量真实的还原荧幕中，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，会让我很兴奋，也很有挑战性。我需要不断地去打开自己，包括思维方式、世界观、认知边界，这些都影响着我对人物的塑造。在演绎他们的同时，我也发现他们也正在改变着我的轨迹。我是看香港影视作品长大的，电影里的香港是我经常梦到的地方，而真实的香港更让我着迷。我试图去抓住这些电影留下的痕迹，却发现这一切其实早已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。更多去了解自己，放松，沉浸其中，感受当下的每一个沟通。对我而言，旅行更像是与自我的对话，意外的惊喜。